九门谷。以前阮家三个男生一个女生，啊，要食一粒芒果，就是一人切一片，就是一人切一片，啊，然后搁中迄个籽，就是切的人会使去落去蹭迄个籽。啊，拢你切吗？啊，所以大家拢嘛烧钱要切水果。我拢无切过嘞。啊，我。它是短的。对啊。也种。真高分！解锁机权。要玩了啦！要解完啦！不要玩，等一下又弄在地上啊！个人养乐多跟面面一样，养乐多面。这上面谁喝啊？谁喝啊？还有几个。不行，用亮亮的照眼睛，眼睛会受伤。但是我没有叫你看。丢搞我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我上班做安尼的话，我讲你一楼的哦，你不知一楼哪一班？特教班。特教班。哇！哈哈！哈哈！摕大鸡出来。哇！你看，就你不要玩，你还玩？你为什么把它丢进去了？然后把它拿起来这样吃？躲起来！我打字哦。去拿抹布，你这边都是。很快擦一擦，不然蚂蚁来了。不要。把你的。几块而已。把你的手擦一擦。我帮你吃完喽。你看这里都是。先擦再吃。哎呦。擦干净，擦干净你的手。你的手，你再不擦干净，我就把它吃完了。我刚才擦了。你有都擦干净吗？等一下半夜的时候，晚上来。蚂蚁会爬到你的手上，这样。你看这里有没有？它爬到你的手上。哎呦，晚上那个蟑螂去跟你睡觉好不好？它疼。你不是最喜欢蟑螂面？它会躺在你的手上哦。你最喜欢蟑螂人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吃甜的，你还吃？那个晚上蟑螂就爬过你的脸这样，它从的鼻孔爬进去，从耳朵爬。这里还有两个哎，我拔出来了，三二一零，我赢了。你干嘛啦？啊，两个吃光光了，吃光光。快吃完了。吃光光了。我去选。好了，吃光光的吴心意，请你帮忙，这个抹布跟这个要拿过去那边给妈妈洗啊。自己放水槽里面，谢谢。好丢。好丢。太棒了 ，Give me five。坏掉了。你看。